现在在金门大桥上面跑步，天气跟我心情一样糟啦。我该勇敢吗？Hey guys, today is Friday. I'm your DJ host Josh. 在节目的尾声呢，今天要为你送上一首好听的抒情歌曲，歌名叫做《一起勇敢》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，欢迎到我的部落格。I hope you guys have a lovely weekend,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. 如果我们一起为爱大声不沉默，结果。Hey,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. 我最近跟学生实习的一位朋友联络上了。然后啊，我有明天有好多重要的会议，我先把资料。Okay.对，我记得。哎、欸，你到底会不会结婚啊？还是当学生最幸福了、啊。哼，怎么说？因为没事可以靠你啊。我还是先回去啊。还是当学生最幸福了、啊，因为没事可以靠你啊。
真的太想你，太喜欢你。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？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子？